重庆这边呢，我是来自永春拳馆的王教练。今天呢，依然由我给大家继续进行讲解。咱们今天练习的主要内容是转马跟拉绳啊。通过上几期的内容呢，咱们通过上期学习啊，会了转马，然后这一次呢，咱们把上节课学的内容跟拉绳一起连上啊，一起做。先看一下正面示范啊，一、二。练习三次，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